信仰的神国，一切赠送全国安乐，用事实的如安乐在古兰经中说，信道而且信善的人，他们的主将因他们的信仰而引导他们，他们将安居下林如何的幸福园中。我见证万物非主有安乐，独一无二。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，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。安拉给人们的恩典的是每个人做的善行，有善果，对人类与社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善行，是信仰安拉。穆圣解释在每个信士内心的信仰是人想。穆圣在那段大天使给布列询问他的入门圣训中说道，信仰就是信仰阿拉及其前生天经事实和后世，以及坚定不论祸福。这样信仰不仅是舌头说的一句话，而且是以内心成型，口舌认证，身体力行力行，心生免罪。信仰需要稳定于内心，且用心生共证明的。日时通过遵循安拉的命令，避免安拉的禁忌。有人问哈桑巴斯日，你是穆斯林吗？哈桑巴斯日对他说，信仰有两种，如果你就是信仰安拉天使天经如实日天堂火狱死后的复生和清算，请教我，那么我是穆敏。如果你就按了说的，只有这等人是行事，当今年按了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感觉恐惧，当宣读按了的迹象的时候，那些迹象增加了他们信仰。他们热心信任他们的主，他们谨守派供，并分是我所赐予他们的赐物。这等人确实行事，他们将来在住哪里，哪里的凶手许多贫瘠老鼠和有鼠的异样。请教我，那么日安拉法师，我不知道我是否他们中的一员。如果真正的信仰触动内心，那么他对心理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所属于他的善果的是让仆人预备上入杯，让仆人预备美的，因为信仰和正事不可分离。穆圣说，不讲信用日没有信仰，不履行约会日没有教门，信仰与害羞不可分离。穆圣说，日志和信仰是伙伴，如果放弃一方就放弃了另一方。信仰与诚实是一事，有人问安拉的事实信实可以是懦夫吗？穆圣说，可以。他要问信实可能是临死之人吗？穆圣说，可能。他要问那信实会是撒谎者吗？穆圣说，不会。有的学者认为信仰就是诚实，他们说真正的信仰就是你说实话。我问你认为你说实话
回到是你受害，并不能说谎，同时呢认为撒谎对你可能有益。如果某人有美德，那么他有真正的信仰，甚至是说善言，信实讲实而不会破坏，因为我们的宗教是道德、改革、现实和纯洁的宗教，信仰的成果也有心情舒畅，内心充满信仰，那么充满心情舒畅，这样人人在今后两世活得幸福。真正的穆门知道坚定不属于他的，他得不到坚定属于他的，他就不会失去。因此穆门一直感谢安拉，无论有福有祸，因为他知道安拉所规定的坚定都是很好。安拉说，谁行忍辱，他将引导谁的心。穆斯说，妙在穆门他的所有举动皆是其感功，愚动皆是其善功，凡人得不到，唯有穆门得福是感施善功。云南人来即为善功，所属于信仰的善果的是信仰让人避免犯罪。牧师说，心行是在心行见事，不惜心事。饮酒是在饮酒事，不是心事。偷盗是在偷盗事，不是心事。掠盗他人财物是在掠盗事，不是心事。真正的穆门应该避免所有伤害人马的言行，如嘲讽和诋毁。安拉说，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，被嘲笑时或许伤于嘲笑时，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，被嘲笑时或许善于嘲笑时，你们不要互相诽谤，不要以婚冥想称这称呼真恶劣，为悔罪时是不宜的。又说，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应当远离许多在意，有些在意却是罪过。你们不要互相争谈，不要互相诋毁。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一丝的嚼包的肉吗？你们吃厌恶那种行为的，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安拉确实知识的，确实是慈的。又说，当你们听见谣言的时候，心实和心意对自己的骄傲，为何不做善意的猜想，并且说日实明显的谣言呢？所属于信仰的善果的是获得安拉的福寿。真正的信仰让人在安拉的保护与关怀之下。安拉说，安拉就是和信士们在一起的，让人在安拉的保护与关怀之下回到之后的安拉的胜利和帮助。安拉说，信道的人们啊，如果你们相信安拉，他就相信你们，并使你们的脚步稳固。又说，我必定援助我的
用时日，要用心吃，在定时生活中，和在用养生气的日日，要说愿说心事，愿是我的责任。要说有人曾对他们说，那些人却以为经过你们而日和对我了，过你们应当委屈他们，这句话却增加了他们的信念。他们说，阿拉是使我们满足的，他是有美的江湖日，他的热尊阿拉发出的赏赐和恩惠转回来，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坏，他们追求安拉的喜悦，安拉是有红恩的。所属于新娘的上国的是安拉让人们热爱穆门，真正的穆门是平易近人。安拉说，先到二些生产者，热人如必定要使他们相亲相爱，仆人也真实的内心而敬安拉，安拉就让人们都敬他。穆圣说，但安拉喜爱某一仆人时，他就呼唤吉布里尔以天神。的确，安拉喜悦某人，你应当喜爱他。吉布里尔以天神是喜爱他。吉布里尔以天神呼唤一共中的天神，告诉他说的确，安拉喜爱某人，你们应当喜爱他。然后天空中的天仙便喜悦他。穆圣又说，我的仆人不断以各种复工接近我，直到我喜欢他。当我喜欢了他时，我就使他用一听闻的耳朵，使他用一观看的眼睛，使他用一若拿的手，使他用你肉绿的脚。如果他向我祈求，我必赏赐他；如果他求我保护，我必定保佑他。所属于新娘的上国的也是解决困难。穆圣说，先是有努斯在有腹中大祈祷，主啊，除你以外再无应允受崇拜时，在你超越万物，我就是不义的。穆斯林只要一起向安拉祈祷，必受引导。安拉说，我就答应他，而仍旧他脱离忧患。我这样仍旧先导致脱离忧患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。一起赠送双国安拉，超过安拉用事实的主。我现身万能，非说我有安拉各位母亲信仰的罪，重大的伤国的事，实现社会的安全和安定。真正的穆门是安全、安定和稳定之源。人们对他觉得安全，他也不侵害人们的生命和财产。穆圣说，口和手不伤害穆斯林的中的人，是人穆斯林不侵害的中的圣门和在场的人，才是指穆门。恐吓或侵犯人们，就不是穆门的品德。我问他们不是穆斯林，穆圣说，谁杀死明月日，谁闻不到乐园的美味，其实
人从四十年的老城以外，便能闻到它的美味，而他却闻得不到。牧师告诉我们，谁上行隐居，谁就没有信仰，谁的腹便偏的睡觉了，而同时知道他邻居正在挨饿，谁就没有信仰。牧师所说，执着法师他没有信仰，执着法师他没有信仰，执着法师他没有信仰。有人问安拉的事实啊，他是啊，事实说就是伤害邻居，是起不到不得安定的人。又说睡得便便的睡觉了，而同时知道他邻居正在挨饿，谁就没有信仰。我真正的信仰要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，同时净化心灵，从心灵中清除憎恨、嫉妒、仇恨、自私、吝啬、被骗和灾害。信仰还能激发信实的道德，从而把信仰对自身的影响体现在自己的所有行为、对待他人的态度以及善待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行为上。这都是为了取得安拉的喜悦。安拉说，他们为喜爱安拉而遵纪平民，故而富裕。我们只为爱戴安拉而遵纪你们，我们不忘你们的报酬和感谢。信仰安拉的最重大的成果是，安拉在后世赐给牧民的重大惠赐和永恒的恩典。安拉说，信道而且信仰的人，他们的主将因他们的信仰而引导他们，他们将安居于下林树和的幸福园中。又说，你当向信道而信善的人报喜，他们将享有许多下林树和的乐园。又说，信道而且信善时设立园的居民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又说，信道而信善时，我必不使他们的善行徒劳无酬。又说，信道而且信善时，得以乐园围绕带锁，并永居其中，不愿迁出。牧师说，安拉说，我为我的清廉的仆人准备了言为所见，耳为所闻，心为想到的恩典。你们可以读下列经文，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他们而准备的慰藉，也报答他们的行为。我们应该以信念言情而享受信仰，这样充满仁慈、合作、真实、害羞、慷慨、贞洁，同时远离撒谎、欺骗、背叛、隐晦、不公，维护生命、财产和祖国。主啊，求你赐予我们内心的敬畏，求您净化我们的心灵。您是心灵最好的净化师和助行者。